停下！你早上给我的钱我不管，停下！你这撩汤包报警吧，你叫叫他过来。报警！你这是偷我的房子，你不要还行吗？哪有你这样了？你还理直气壮了？你偷人家房子，你啥理直气壮了？你不要你咋着？你想干回去？玉米四个都没地吧？就这两天，因为这个玉米啊，可以煮着吃了呀，上浆了，他们就都偷起来了。吃几个，哎呀，这倒无所谓。关键是他们是，哎呀，拉着去弄到集市上去卖。家里有这个养这个牲畜的牛啊、羊的呀，这种他们喂牲畜。我在这边看了三天了呀，晚上在车上睡，就是因为他早上偷呀，一个早上，四五个、五六个。背着袋子就去地里掰呀、骑着三轮车，骑着自行车了。这偷的太多了，我们这边损失了一二十亩地，我感觉就差不多有了。有的整片地，直接都没这个好的这个玉米，就直接都让掰了，掰了去了。我们不敢逼得太厉害，只不过就是吓唬吓唬他们。直接沟通的就是没法立案，你知道吗？用到派出所那边也去吓唬吓唬。这个老年人他体质不行，万一下出毛病来或者啥的，他万一出点事儿，不敢喝一壶了。